我们要继续谈一谈孩子的教育问题。过去呢，中国的父母有很高的权威，小孩子只能听从教导，不准问为什么。所以闽南语中有一句话说：“囡仔人有希无嘴。”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小孩子不只是喜欢问为什么，当他对父母的管教感到不高兴的时候，还常常会顶撞父母。很多父母呢，因此无法接受，认为这个孩子顽劣不可教。当孩子顶撞父母的时候，该怎么教育他呢？父母本身又该做什么样的自我调整呢？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我呢，不是啊学儿童心理学的，我也不是啊研究啊这个儿童教育的人。像这些问题都来问我啊，好像我什么都懂，其实我都不懂啊。这样子的问题的确是现在很普遍的，原因很多了。我们要知道，小孩子现在的儿童同5000年前的儿童是一样的，生起来是相同的啊，并没有不一样啊，人还是人呢，说不同的呢，环境不一样了，观念不一样了，这个观念是一个新观念，新环境，因此呢，有的说老人类还有什么新人类啊，现在还有新兴人类啊，这些的名词呢，都是因为呀，一股风潮一股风潮啊，而使得我们这个环境呢在变，因此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也同样的呀，不断地跟着时代在变。可是孩子本身是相同的了，我的是这样子，我是笨办法，也是老办法。这个佛法讲啊，人是可以啊修炼的。这小孩子将来怎么修啊？是在父母还没有怀孕之前啊，结婚之后准备要生孩子啊，父母你那个遗传因子要好啊。遗传呢，一种啊，这是在生理上的遗传，另外一种的心理上的遗传呢，有。所以要准备要生孩子了，那要心平气和，要宽宏大量啊，要有慈悲心呢、啊。常常啊，多看看佛像啊，多拜拜佛。还有，如果能打坐的也很好啊。如果念念大悲咒、大观世音菩萨都很好啊。这种就是还没结婚啊，还不是结了婚以后啊，结了婚以后还没怀孕呢，准备怀孕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准备功夫。然后怀孕了，那就是要胎教喽，父母的胎教很重要，母亲要心平气和，父亲同样的要心平气和啊。一个父亲呢很凶暴，母亲再心平气和也没有用，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性格。所以我看到有人呢结了婚要准备生孩子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了，从此以后你们夫妻不能吵架咯，从此以后家庭里要不能够啊有啊这个彼此之间互相啊你争我斗的事咯，要准备一个非常啊和平的、非常啊温暖的一个家庭，准备小孩子的来源。而如果能够念佛很好，念菩萨名号也很好，如果能打坐也很好，能够拜佛也很好，能够拜忏也很好，那个心呢本身就是
很稳定很安定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十个月你已经把小宝宝训练得很乖了，小宝宝降临的时候一定是很好。我还没有失败过的，像这样子的例子啊，都没有失败过的。因此呢，所以要教小孩子不要顶撞啊，是从胎里面就要教起了，小孩子的性格就不会的那么的一种啊强烈的一种抗拒叛逆。然后小孩子出生之后呢，父母亲不要再吵架了，父母亲家里边都要很祥和啊，就是意见不通要沟通啊，而为了孩子啊，这样子很小的时候，小孩子懂事吗？听得说是不懂事，事实上一生出来你跟他多讲话，语言呢和颜悦色的跟他讲话，他哭他叫你跟他不是哄他，而是同他谈话，你很有耐心的跟他谈话，你谈话的时候可能他是不懂，但是你那个你真诚的心能够感动他的心，父母祥和慈爱，这个小孩子感觉到很安全。在这种情形下，小孩子渐渐的一天一天的长大，他会顶吗？不会的，他一定是跟父母啊是一条心，心情是从家里面养成的。所以父母的不仅仅是个家庭教育，而是呢亲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然后到学校里边去，跟学校里边跟老师跟学生跟同学跟任何之间呢有冲突的时候，往往父母啊是护短的，不能护短哦，也不能够一味的压抑他，一定呢要给他商量，告诉他慈悲，告诉他智慧，如何的来面对这种事实，如何的接受事实而处理事实。是这样子的话呢，小孩子是非常的，又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感性他是很有慈悲心同情心，理性他头脑很清楚。这一点呢，我想向诸位父母们建议，虽然我不是儿童研究儿童的专家，也许是有用，但是我相信是很有用的。